拜托别再帮我买衣服了，妈妈挑衣品味鉴定会。海产妈妈，你比较希望海产穿什么风格的衣服？比较衬衫型。其实海产现在已经在外面了。海产，请你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现在的心情。看到妈妈的衣服，才发现裸体是多么一件快乐的事情。宁愿回归到最纯真的我都不穿了。欢迎海产。海产怎么样？妈妈品味鉴定会，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